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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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那我们看一下课本。这个第几页？15页。看一下课本15页第9。上次讲到第8，就是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那么龙树给他开眼成所谓的21世缘起21世就是讲了21点。那现在讲第9点就是佛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那他说这个未断结使做大医王他说：“一切众生为结使病所烦恼。”那么结使基本上就是烦恼啊，结使就是烦恼。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等一下来讲啊。那一般烦恼有很多名称啊，毒、缠、垢、结、使啊，结跟使又不一样啊。那通常都是在形容烦恼的。那这里为结使病所烦恼结使其实是烦恼的一个名称。无始生死以来，无人能治此病者就是在佛出现以前，并没有真正能够断尽烦恼的人，就是并没有真正能够解脱的人。那因为这个是当时印度有主要两种修行人，一种就是沙门，一种叫做婆罗门。婆罗门是以四吠陀为主的，那佛陀时代已经有所谓的奥义书，强调这个一切众生依业而有轮回，依智而能得解脱，就是不轮回。但是虽然是这样那婆罗门教强调解脱是真智，是见到真我就是梵我。那么这样以见真我而得解脱，那这样的解脱从佛法看起来，它并不是真的能解脱并没有办法真正治断尽烦恼的一切病所以这个虽然有向解脱的人，但并没有得解脱的人那另外就是所谓的反婆罗门的沙门，那当时的沙门有所谓的7大沙门团，包括佛教那么基本上是7大沙门团，所以佛法常常把除了佛法之外的沙门团那么就叫做外道，就佛法之外的分内跟外那这些外道主要就是6大沙门团阿逸多富兰那、波浮陀、莫切里善若仪、尼建子那么这些外道不是讲常见就是讲断见，那不管是常见跟断见都是在我见里面都是在我见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我见常见断见主要就是人死了之后那么还存不存在，那么人出生以前那么是怎么样一种状态那就是讲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神我，有没有自信这一些。那么不管你讲有还是没有，它都是在常见跟断见里面。讲有不变的、恒常的自主的、独一的，那么这个是常见。
那人死之前并不存在，人死之后也不存在，灰灰烟灭啊。那么这个是断见，那不管是常见断见，都是啊，都可以归纳到我见啊。那这样跟沙门、婆罗门这一些，不管什么样的理论，不管什么样的修行方法，他都没有办法得解脱啊，没有办法得解脱。所以啊，他这里啊才说，这个无始生死以来啊，那么众生是生，众生的轮回是无始，就是没有开始。你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啊？那么这个在当时也常常很多人问，阿含经里面也有很多啊，这外道在问啊。那么人究竟是什么来的？就是生命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结束的？现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最开始是怎么样？最后会怎么样？那其实不只是印度啊，中国，那么甚至是啊欧洲啊，那么这一些都会有人探讨这个问题啊。印度当时也不例外啊，也是在探讨这个问题。那所以有很多的宗教哲学出现啊，那佛法啊把它叫做96种外道，中国就叫做诸子百家啊，就非常多的这样探讨这个世间的现象，生命的现象，那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最初是什么，最后会是什么啊。那我们现在的科学啊也在探讨啊，这个世界最初是什么，最后会怎么样啊。那佛法来讲啊，就是说人的生死，从佛法来说了啊，人的生死是无始有终，就是你要找他一个开始，一开始的点是没有的啊，所以叫做无始，其实没有一个最初的开始的点啊。那但是他有没有结束的时候呢？有，解脱的时候就结束了，解脱的时候就结束了啊。所以啊，比如说对初果、二果、三果跟阿罗汉来说，它是无始有终，初果最多7次它就不会再生死了，二果最多2次啊，一来一往它就不会生死了，三果最多1次再来1次就不会生死了，最多阿罗汉这一次完了就没有了啊，没有下一次了啊，叫做不受后有。那么这个从佛法来讲叫做无始有终啊，它有结束的时候。对凡夫来讲，你还没有，你还没有证出国以前，没有欲入圣流以前，它叫做无始无终，不知没有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无始无终啊。那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凡夫啊，一般的这个因为有烦恼啊，那么为烦恼，为烦恼所苦啊，因为烦恼就会造业，造业就会受苦。那么你没有解决烦恼，你就不可能停止造业，你不能停止造业，你就不能停止受苦啊。那这个是所谓我们常常讲祸业苦，祸业苦，生死死生循环反复，轮回不已。好，所以他说无始生死以来无人能治此病啊，就是在这个世间，那么还没有遇见，在佛之前啊，当然你说在佛之前没有佛吗？有啊，释迦佛之前是迦摄佛啊，那甚至啊一直推到他证无生法忍，那个时候啊是燃灯佛啊，就非常多的佛。那释迦佛之后还是有佛啊，但是这个是就当时啊，当时印度的情形来讲啊，因为迦摄佛离释迦佛已经很远了啊，大家也不知道有这尊佛。那么迦摄佛也是在这个世间成佛的，我们说的千佛都是在这个世间成佛的，包括弥勒佛，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也是来这个世间成佛，只是这个世间是人寿84000岁的时候，
迦叶佛是人寿20000岁的时候，啊，那释迦佛是人寿100岁的时候，那已经隔非常远了，啊，那么也没有迦叶佛的历史了，除了诸佛讲之外，没有这个历史了，啊，所以才会说啊，那么在当时，啊，那么包括印度的吠陀思想是大概从现有的文化里面来看，大概是这个地球存在算是最很久远的东西了，啊，而且还现在还一直有，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过，啊，那么已经是至少都3000多年以上了，至少3000多年以上了，啊，所以啊，但是从那么长远以来，并没有真正解脱的人，啊，并没有真正解脱的人，那就是也不能讲没有，因为还有辟支佛。还有辟支佛，但是辟支佛并没有像佛这样，辟支佛并没有像佛这样去到处为人说法，让令众生得解脱，并没有啊。所以他说：“无人能治此病的，常为外道恶师所误。”啊，就经常都为外道啊恶师所误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啊，等一下来讲烦恼啊，还有这六师外道啊。先把这一段看完。那他说：“我今出世为大医王，集诸法药，奴等当服。啊，是故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好，佛为什么要讲《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是第九个原因啊，叫做缘起事啊，就是佛说般若的缘起啊，就是原因呢 啊。那第九个是未断结时做大医王。”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医王啊，大医王。那在杂含啊389经啊，那么这个389经可以跟1220经啊同时看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它是分在不同的经啊，但是在记者论里面是把它。集为一本经，就是它应该是同一本经啊，就是一起的啊。就杂含还有一个是1220经啊，1220。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件事。先讲三八九经这一部经啊，这本经啊，有时候叫做医王经啊，杂含都是没有经名的 啊，但是有些会把它啊取一个经名啊，叫做医王经。那么这个医王经里面不是医王经，据舍论叫做良医经啊，它不是医，据舍论把它叫做良医经啊，良医啊，良医经。好，他讲到啊，佛陀如来印证等觉是大医王，他第一个就讲啊，如来印证等觉是大医王。那么跟这个一样啊，他说如来印证等觉为大医王，这个是佛陀自己讲的啦啊，就好像我今世为大医王啊。那他说那什么叫做，他说世间的医生啊，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回去看这部经，他说世间的医生啊，那么能够治病，但是这个病不一定治得好，就算治好了，后来还是会再生病，那么因病而死。所以医生能够治病，那个是暂时好，你不能让这个身体永远不病啊，就算你没有病，死也是一种病，器官衰竭嘛啊，那么老化了啊，他没有办法治，他可以从世间来讲，他可以治老，他可以治病，但不能治老跟治死。他也许可以用种种方法让这个人不生病，但是没有办法让这个人不老，让这个人不死啊，没有办法。何况你说真的要让他不生病也很难。那么就算你让他，你把他的病治好了，那么你不可能让他以后不会再得这种病啊，
有一些当然例外，比如说天花啊，他用疫苗打上去，他从此以后不会再得天花啊。但是多数的病他都没有办法这样啊，治好了啊还会再有，那么后来都是因病而死，多数的人都是因病而死。那么就算你器官衰竭啊，心脏跳动的次数有一定的，那么时间到了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死。所以就算病稍微会好，那么也不是真正的好啊。那么所以他还会复发，甚至治病的时候有后遗症，把胃治好了啊，这个把这个胃治好了啊，那这个肠不好了，把这个肝治好了，胃不好了啊，把骨头治好了，胃不好了，反正就类似像这样啊。那么有副作用，有后遗症，而且不能就近好。那时候大医王就是超越，这个大是超越，哈哈，最大的无上，超越一切世间的医生啊。那用医生来比，因为医生是治病的嘛啊。那众生的病是什么啊？众生的病，浅一点的来讲，近一点的来讲，就是身心的病，叫做四大不调啊。远一点的来讲，就是烦恼苦，烦恼的病。那么再远一点，根本上来讲就是轮回的病啊。因为有轮回，所以有生死，因为有轮回生死，所以有种种苦，有这个业报生，因为有这个业报生，所以会有种种病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么佛治病，那么就包括生死轮回的病，最主要是这种病。所以我们说苦有三种苦嘛，现世苦、现世苦、来世苦跟就近苦。现世的、来世的啊，跟就近轮回啊，就近苦是轮回的意思啊，就一直一直都是这样，一世一世受苦啊，一次一次受苦。那现世的基本上就包含啊，我们说八苦，这个身体的、心理的啊、人情的、世间的啊，种种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啊，那么种种的，那么主要就是身心境啊环境这样的，那么这些就痛苦。来世的基本上是三恶道啊，基本上佛法叫做三途八难啊。那比较有苦相间的基本上就是三恶道啊，就是你来世堕三恶道受苦。那么这一世是人啊，是从人来讲的。那你有生的苦、心的苦跟境的苦啊，那基本上就叫做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老病死啊。那佛法啊就叫做五蕴炽盛，身心境基本上就是五蕴炽盛。有这个五蕴身，那么因为无常变化，所以叫做无常故苦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个苦，这个苦一定有，就好像病，这个苦就是一种病，病就让人束缚。束缚是什么啊？就是你得了这个病，你这个不能吃，你这个事不能做啊。那你脚受伤啊，你不能走啊。你嘴巴受伤啊，你不能讲话，喉咙受伤，你吞不下东西，它就有束缚、有限制、有局限。那这个苦啊，基本上它病是一种苦啊。那苦包含的很多了啊，那所有东西你局限住了、限制住了，那么障碍你、束缚你的啊，都可以叫做苦或是病啊。那么这样一次又一次、一世又一世的受苦，我们就叫做轮回啊，轮回。那因为你没有解决它，它就反复。我们叫做循环反复。好，那佛法是大医王啊，他讲到有四法成就，名大医王。第一个善知，就是他如实知啊，有时候我们叫如实知病，知道种种病啊，这个病那个病，你这个是什么病，你那个是什么病。那从佛法来讲啊，你这个是什么苦，那个是什么苦啊，那这个叫做啊善知病。那么你不知道病，就是
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啊。那你外表看似这种病，实际上不是这种病啊。所以你必须要如实知、善知啊，非常善巧、有智慧的啊，能够明辨这种种的病啊。所以啊，这个是佛法里面来讲啊，它基本上是苦圣谛啊。它这个基本上就在讲四圣谛的四法，就是四圣谛啊。那么成就啊，名叫做大医王。那第二个就是善知病源，啊，就是那这个病那的原因是什么，啊，像我们现在这种新冠病毒，如果在早期啊，啊，早期的医生就认为，啊，他有可能啊是以前的医生，最早的医生都是巫医嘛，他认为病是有那个瘟神在作怪，啊，瘟神，啊，比方像传染病啊，叫瘟神在作怪，所以要请送走这个瘟神啊。那我们现在民间很多那种八家将啊或什么样，那些有些也就是要把瘟神送走的，或有很多仪式，那么这个仪式还保留下来啊。所以现在很多做教的那一种，就是道教在南宫浙酒啊，就是他建教这种，基本上很多都是送瘟神的啊，送瘟神的啊，然后让这个瘟神送上一条船，坐到一条船，然后给他带上粮食，啊，坐一条船啊。我们家附近也有，几年一次就有这种送瘟神的活动，然后给他打造一条船，然后就是给他送上米啊，送上钱啊，送上吃的，然后到海边，然后把它点燃，然后让它烧，然后就送走，送瘟神，啊。那么基本上以前的人认为这个是瘟神带来的，所以要把瘟神送走。这个就是什么，他知道有瘟疫，但是他找不到原因，他认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瘟神，所以怎么样也不能好，那有时候好啊，有时候不好，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像这个很多的这个病啊，像现在的医生有时候也是这样，他认为细菌从哪里来的啊，那比如说有以前的人研究啊，这个肉为什么会腐烂啊，那肉放久了自己就会烂，那么他就觉得肉放久了自己能够长出虫出来啊，那其实不是，后来就做研究啊，用那个烧管弯曲的让细菌进不去啊，因为那以前还没有显微镜，没有发现到细菌嘛，不知道，可是放久了就会烂，就好像你那个土里面没什么，忽然之间就有萤火虫出来了啊，古代的人就认为那个草会化成萤火虫，啊，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它是怎么变化的，啊，所以以前的人认为，欸，这个西方也是这样啊，认为这个肉自己就会长出那个虫出来，后来经过研究啊，那么其实肉不会自己长出来，它会变坏而已，它长出来是因为有苍蝇飞过啊，那么下蛋在那里面，那蛋很小，你看不见。啊，那你都没有看见什么东西，久了久了它就自动长虫出来了，长蛆出来了，那你就开始认为这个虫，这个肉放久就自然会长虫，啊，那这个其实啊，这个其实就是他不知道病源，不知道病的根源啊。那佛法要知道，如果病是轮回，是生死轮回，那么生死轮回的根源是什么，那生死是一种病，很多人不认为生死是一种病啊，很多人不认为生死是一种病啊，他甚至我这一生活得很好啊，生生世世我都这样也没问题啊，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幸福快乐不代表你来世一样会幸福快乐啊，你现在幸福快乐不代表你未来下半生或是明天后天你会幸福快乐，不一定啊。那通常没有感受到苦的人都是比较幸福的人，特别是天人啊，人间基本上多数的人是有苦了，多数人是有苦，但是苦不一定能够解决，你有很多忧苦你不一定能够解决，解决不了啊，所以多数的人都会什么，像李白就典型的啊，就是世间多忧苦，那这怎么样，他一借酒消愁，就是你喝酒，反正就是喝酒，喝酒你的苦就不见了，忧苦就不见了啊。那苦是一种我们人世间很明显的一种现象，离苦也是多数人的心愿，
但没有人知道怎么离苦，没有人知道怎么离苦啊。那所以也因此造成啊，那么开始有一些人，有一些人开始去追求怎么离苦。那么在中国就有所谓的道家、仙家啊这种的啊，炼丹的、炼气的、炼符的啊，这种种啊，然后鬼神相应的非常的多。那么所有这个大概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文明里面，都有追求永生、长生不死的人，都有这一种。但是真的有吗？真的有长生不死的吗？有永生的人吗？除了佛教的解脱之外，啊，当然我们是从佛法的观点来看，你只能够活得长一点，不能够永远不死。因为从佛法的缘起理论来看，有生必有死，有生必有死，你不能够生而不死。但是多数的人他的方法就是追求生而不死。那从佛法来看，生而不死是不可能的，就是你死后不再生，这个才是根本。就是你现在生了，那你必定要死，但是你死后不再生，这个才是真正不死的方法。好，那这样就来讲到啊，这个善知对治，就是怎么样可以解决这种问题。那么古代啊，有很多禁忌，基本上是这个人类对于大自然或是对于环境未知的恐惧，那么想出种种的方法啊，比如说地震，那么我们就啊建个什么神个庙，还是建个什么，把这个地震镇住，让它不再震啊。比如说最典型的啊，这个药师经里面讲到啊，这个月，这个就是月亮啊，那么看不到了，我们叫做月食啊，就是没有了，或是日食，太阳看不见了，那大家会起恐慌，就认为天上有一只天狗啊，天上有一只狗把太阳吞掉了，把月亮吞掉了。那你知道，太阳让我们白天做事，月亮让我们晚上看得见啊，日跟月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一只天狗，天上有一只狗要把月亮吃掉了，渐渐吃，渐渐吃，渐渐吃，越来越看不见了，这整颗都不见了，大家就起恐慌啊，因为看不到，不知道怎么现象嘛。那么太阳就更恐慌了啊，太阳这天狗食日啊，就把太阳一点一点一点吃掉，你会看到太阳一点一点不见了，然后人就很恐慌，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怎么办啊？他就认为这天上这只狗要把它赶走，怎么赶呢？就大家所有村里的人都把他家的锅盆、锅碗瓢盆拿出来敲，大力敲，大力敲，全村的人全部起来敲，敲了不久之后，渐渐那个天狗怕到了，又把太阳或是月亮吐出来了，一点一点吐出来，一点一点吐出来，啊，他们就认为这一招有效，为什么？欸，经过大家一阵敲击之后，那只天狗怕到了，太阳又还给我们了，月亮还给我们了，所以从此之后。只要看见日食月食，大家就拼命敲，拼命敲，每次敲每次有效，他就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那么多宗教，那为什么他们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坚持用这样的修行要得到解脱？因为他们就是有这种观念啊，我们的过去那个谁已经得解脱了，啊，婆罗门也是这样啊。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到，他说就是因为修这个法得解脱了啊。那么，但是他真的解脱了吗？啊，那你看到这样就是解脱了吗？所以这个很多事大家都是用猜的了，用猜的，那么用想当然的。那这个其实佛法说，其实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善知对治，就是说你知道有这一种现象，那造成你的苦，那么你要怎么解决这种苦？那佛法归根究底就是什么？烦恼。因为众生一业有轮回，
众生是一业有轮回，苦是由轮回来嘛，苦是从轮回来，那轮回才有生死，苦是从这个五蕴生来的，苦是从五蕴生来，就是爱取有嘛，有就有生老病死，又被恼苦嘛，啊，那从这个五蕴生，那这个就是生死，出生然后死，出生也苦，死也苦，出生到死之间有老有病，有怨憎会，有爱别离，有求不得，啊，有这些种种苦。所以你要解决这些苦，你必须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苦。所以这个叫做善知病，善知病源病因呢。然后你还要知道解决正确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了，你也知道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原因。就好像我们现在啊，这个新冠病毒。用这个疫苗，那用疫苗也现在能够解决不能解决还不是知道啊，但是它基本上有真的有效或没效，老实讲现在还不知道啊。但是世间基本上都是用疫苗啊，用这个疫苗来对治，但是这个真的有效吗？啊，就从这个病啊，从这个病来讲，当然也很多种，有很多种方法啊。那吃药也确实是有效，但是怎么样能够断治，或是怎么样每次都有效呢？啊，这个就很头痛了啊！你看现在它又变种啊，就不断变啊。那即使打了疫苗的人，那还是会得啊。那么这样的现象，其实就是可以很明显啊，反映我们人类或是我们在面对种种病、种种苦的时候。那么我们基本上都会试很多种方法，那么你之所以会用试，基本上就是你也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啊，正确要怎么做才好啊。那所以这个不断试，在不断试验的过程中，你也许会找到，也许永远找不到啊。那这个是单单这一个病就好，还有很多病呢，还有其他的病呢，还有很多啊。那不只是病，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怨憎会，比如说爱别离，那么这一些也经常造成我们的痛苦。好，那再讲到啊，善知对治啊，善知对治，那么就是啊，在这个对治是道了，是苦灭道。是这样，更不动花啊，这苦灭，这个写错了，这个是苦灭道。好，那对治，那佛法怎么对治烦恼啊？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那么对治当然更不动发啊，就是苦已经一切熄灭了啊，基本上就是涅槃啊。那么涅槃就是一切烦恼断尽，那烦恼不外乎就是贪嗔痴啊，不外乎就是贪嗔痴。那这个是《医王经》里《良医经》里面啊，那么说到的。那我们再来看啊，《良医经》我们说。这个杂含三八九经跟一二零经也可以一起看啊。那因为在俱舍论里面啊，它这两部经是看起来是一起的啊。一二零经讲啊，这个应该都是良医经里面的了啊。这个杂含一二二零经。这个有一个，就是佛陀在讲了这个四圣谛之后，啊，一样啊，一样是在鹿野苑，啊，婆罗奈国的鹿野苑，啊，同样，啊，杂含一二二零经，啊，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同，就是佛陀说的时候是一起的啊。那佛陀为比丘说法，那讲了这个佛是大医王啊，善知病，善知病源，善知病对治，
善知对治这个病，善知对治啊，更不动发啊，就是就近。那这里啊，这里基本上据舍论，它是善知病状、善知病、善知病愈、善知良药啊。好，那它里面啊，说到这个有一个叫做婆伽舍的，那就说完了这个经之后，有一个叫做婆伽舍的人，比丘就站起来啊，赞佛啊，婆伽舍赞佛啊，我们就稍微写一下就可以了啊。啊，就开始来以偈赞佛啊。那么他写的蛮长的啊，但是我们就简单写重点就好啊。这本经是他以拔剑喻啊，拔剑，拔这个利剑啊，这个苦的这个剑啊，以拔剑的譬喻来说明来赞佛啊。他写的蛮长的啊，不过我们就简单写一个四句偈就好，重点啊。他说，正觉大医王，善受众生药，就近除众苦，不复受诸有。好，那这个在俱舍论里面都把它放到梁一经里面啊，都是在梁一经引梁一经引佛说的这个四圣谛啊，就是善知病、善知病人啊，那么善知治病，然后善知病愈啊，那么这四种，然后再讲到啊这个拔剑啊，如拔利剑。那么这个啊，所以说这个应该是跟三八九经啊，那么应该是就在那个时候佛说的，然后把它分成两部经了，在杂含啊，然后把它分成两部经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好，那现在再来继续看。他说啊，那么我今出世为大医王，集诸法药，汝等当服。好，那讲到这里是第九，那我们再往前看啊，往前看，因为上一次讲到啊，四无所谓啊，那么四无所谓里面啊，有讲我是一切智人啊，就是佛自成言，自己这样发言啊，那么我是一切智人，我一切肉尽。啊，我说藏道啊，我说净苦道。好，那么在这般若经里面，如果我们把它这样稍微对照起来了啊，对照起来，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可以这样看。那么第四个啊，我们看第四个啊，在十四页这里啊，第四个啊，就是这里都是佛自成言，自发成言，就自己这样说，佛自己这样说。那么跟佛，我们说佛在成正觉的时候，那么有所谓的自发成言啊，那么还有就是佛刚出生的时候，那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就讲了很多啊，当有些讲一句，有些讲两句，有些走四方讲四句，有些走十方讲十句啊，就多了啊，就不同的说法。那么这里是也是啊，都是我们看啊，都是佛自发成言，自言啊。那么第四个是我是一切智人啊，第四个是我是一切智人，所以他说自发成言，我是一切智人。那么这个很明显的跟四无所谓啊，那么我是一切正智人啊，这个般若经是说我是一切正智人啊，一般都是我是一切智人。啊，他在这个般若经在两个地方有都有讲到啊，就是广胜品啊，
般若经在这个广胜品跟这个四摄品里面啊，都讲到这个是无畏的。我们写一下好了。般若经啊，大家可以去参考卷。卷五啊，广胜品。卷二十五啊，卷二十四，四摄品。啊，那相对应的大智度论在啊。卷五，卷二十四，卷二十四。相对应的，在大智度论卷二十五跟卷四十八。大智度论在，因为大智度是解释般若经的了。这个在卷二十五。这个在卷四十八都有解释了。好，那我们看啊，他如果这样来看的话，第四个我是一切智人，那跟处位啊，佛自发成眼，我是一切智人啊，那么是一样的。那如果再往底下看，他第六个啊，第六个我们看第六，就是缘起是第六个，那一样，他说佛在般若波罗蜜中。啊，就是佛得了这个般若波罗蜜之后，自说：“啊，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尊为一切夫妇。”啊，我神得无量，三界特尊为一切夫妇。好，那么另外第七个说：“我是大师，有实力是无所谓。”啊，那这个如果我们要对照了来看啊，可能就是我一切肉尽。啊，但是就是勉强来说了啊，那但是从这里来看就可以知道。我一切邪妄中得出，第八个就上次我们讲的，我于一切恶思邪妄中得出，啊，就是我一切恶思邪妄中得出，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哪些是障道法，啊，就是说你这样修其实是不能解脱的，啊，那你执着在这样修可以得解脱，比如说六十外道都这样，啊，那婆罗门认为见真我就得解脱。啊，这个耆那教啊，尼犍子认为苦行而死就能得解脱，啊，那有些认为时间到就自然得解脱啊。等一下我们再讲六识外道的东西。那么这一些佛，你要先确定，你要先确定你现在做的这一些，其实是不但不能得解脱，还会让你怎么样？还会让你就是你没有。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走，已经是很糟糕了。你还绑着很多绳子，让你走不动，啊，所以叫做障道法，障解脱道，啊。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你所认知的这一些，你的观念、你的行为，基本上是障道的。好，那这个就是说，我说障道法，很明显的就是我已经知道哪一些是障道法，得出就是我已经完全了解哪一些是障道法了。那么行是道，不能净苦。你这样做其实是不能得解脱，不能解决问题的。像我们现在佛教很多，其实做很多法会或做很多的修行，其实有时候是，你说真的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吗？啊，举个例来讲，我们就举个例来讲，很多人修财神法。红财神、黄财神、黑财神、白财神、山财神、海财神，啊，那供养这个财神啊，那不管你是烟供、火供啊，拿饮食去供啊，还是你拿身口意去供养啊，就礼拜他，那么念财神咒，你就可以，财神就会把财分给你嘛。你可以得富贵吗？可不可以？不可以。这个法没有办法真正让你得财，不但不能让你得财，还会让你失财。你要花时间嘛，花精神啊。那么它基本上
这个就是你有很多方法，像我们修行的很多方法啊，比如说苦行的方法，你坚持苦行可以得解脱，你就因为苦行不能得解脱。你还没找到正确的路，但是你坚持走错误的路，你就永远找不到正确的路。你不走错误的路，你还不一定能不能得解脱。你没有走错误的路，你能够到，因为你接下来要走哪条路你不知道，你还没找嘛，你还没走嘛，所以你能不能到达目的地还不知道。但是你已经走了错误的路，我就告诉你，你决定不能到达目的地。它其实是这样的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借进取。所以佛法要得解脱之前，根本是要证无我嘛。证无我之前要先断两个，一个叫借进取，一个叫疑。疑就是对于正确的道理跟道路没有办法知道，有怀疑，没有办法肯定，没有办法认定，没有办法确定，所以他会有疑。有疑他就没有力，他就可能不采取动作。那疑就是对四谛有疑嘛，对于这些真正的道理、真正的路你没有找到，你找到的是错误的路。如果你不走错误的路，那么你有可能会找到正确的路，但是你已经走向错误的路了，就肯定你现在找不到正确的路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先把什么，就是说这一条你这样修其实是没有办法得解脱的，那么就是所谓的一切邪妄中，一切邪妄中，佛已经断了这个戒进取，错误的修行观念跟错误的修行方法啊，那么佛已经把这样的错误断掉了啊，这个我们可以邪思邪妄啊，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啊，基本上啊是阿逸多富兰那啊，那么这个波浮陀莫切里善若以尼见子啊，我们把这个邪思邪妄讲一下好了。通常在佛陀时代啊，他把它叫做九十，除了佛法之外，其他的就是叫做沙门婆罗门，一切沙门婆罗门啊。那么沙门里面就是六师啊，那婆罗门就是婆罗门啊，没有特别。那婆罗门在佛陀时代有改革啊，是奥义疏。好，那么一切世间基本上佛法就分作沙门婆罗门而已，就是有要解脱的了。或有要升天的啊，基本上就是分作沙门婆罗门。那沙门里面，沙门是反婆罗门的，沙门是反婆罗门的。那婆罗门主要有所谓的三大纲领。那后来奥义疏啊，那有两项改革。婆罗门早期的婆罗门有三大纲领啊，三大纲领，吠陀天起，这个是早期的。啊，佛陀小孩子的时候学的，等到佛陀的成佛的时候，已经有奥义疏了啊，一智得解脱，一业有轮回啊，就不太一样了啊，但是还是婆罗门的。那么婆罗门吠陀天起，济世万人啊，透过济世，他们解决的方法都是透过济世，在佛陀时代还是这样。那济世又有分两种，一种是没有利益、没有意义的。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伤害的，一种是不但没有利益，还有伤害；不但没有福报，还有罪业啊！杀牛杀羊去祭神，神也吃不到，你也得不到，你也不得不到不施神的福报。但是你有杀牛的罪，那你拿水果去拜天神啊，天神不吃，但是你也没有罪啊，你有善起这个善心而已啊。那么所以不一样啊，济世万人，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那么这个婆罗门至上，你祭祀要依婆罗门去祭祀，就好像法会要出家人来做，比较有功德，啊，比较有力量一样，啊，那越多出家人修行越久的出家人念起经来，那个功德越大，念起咒来那个威德力越强，哈，啊，通这个其实是婆罗门的思想，啊，就是，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水陆不是聚集啊，非常多的人，你念这个经加全部加起来。啊，回向给谁啊？让超度谁？哈，啊，你就在无间地狱也给你拔起来。我告诉你，没有这样子的啊。那么婆罗门至上，
那这个是所谓的婆罗门。婆罗门后来在佛陀时代，他有改革变成两个就是一业有轮回，一智得解脱，就是奥义书他主要的。一业有轮回，一智得解脱。一业有轮回，他不再说济世万人了一业有轮回，一智得解脱。只是这个智，什么是真智？见到真我、放我就是真智。见这个放我、真我、放我所以他放我合一，就是真正的解脱。见到这个放我那这个是婆罗门。好，我们先下课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再来看啊，那讲到啊，一切恶思邪妄中得出啊，就第八个恶思，恶思就是这些啊，沙门、婆罗门，基本上都可以叫做恶思。邪妄啊，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些理论，他们所说的这些理论啊，那么基本上是不能得解脱的啊。那么这个是为末世圣地，它主要是在说，你必须觉察发现是什么问题，那么要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问题，就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症结是什么，然后要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要知道怎么样是彻底的解决、完全的解决，要不然你会得少为主啊。那么或是前面讲以非为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就会变成这种情形。那邪思恶妄，那恶思邪妄就是邪见了 啊。那么传播邪见的人，他就叫做恶思啊。那在佛陀时代，那么强调解脱的、强调升天的啊，那或是强调没有解脱的啊，那基本上归纳起来，就是沙门、婆罗门这两大类。这两类里面，沙门除了佛教之外，佛教也是沙门团的。沙门跟婆罗门不太一样啊，沙门基本上都是啊比较，比如说托钵乞食的啊，那么穿粪扫衣的，类像这种的啊，那么出家的、剃头的啊。那婆罗门就是比较属于在家的，婆罗门也有出家啊，但是婆罗门基本上是宗教祭司，它不一样。好，那这个沙门里面啊，六思，我们把它叫做六思。那包括佛教是七思，包括佛教是七思，七大沙门团。那六思里面，阿逸多，这是唯物论。唯物论主要啊，主要是说这个世间啊，因为我们是身体跟精神合合的，没有灵魂这件事，死了就没有啊，就是我们说的共产党那跟唯物论这一类的啊，人死了，人没有前身，也没有来，也没有后世。啊，就是没有前生，也没有来生了，那就只是这一生。基督教讲没有前生，但是有来生啊，那是两世论。佛法是三世论，啊，就是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那这个唯物论是讲没有的，这一生的存在，死了没有，你也不是因为什么业而来的，没有啊，只是这样。那这个是唯物论啊。所以他没有善恶，没有业报，没有因果，没有三世，没有凡圣，那没有说啊，我这次修行完了，那成为圣者可以不生死，就也没有啊。就是所以世间四种证件基本上都是针对六思来讲的，世间四种证件是针对六思来讲的啊，就某部分啊，没有善恶，没有业报，没有因果，没有凡，没有圣啊。那我们说佛陀说学习佛法，第一个要先了解世。建立世间四种证件，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啊，有过去有未来，有凡夫有圣人，啊，是你要先确定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有人讲没有善，没有恶，没有业，没有报啊，像唯物论也是这样。好，富兰呢，基本上是无因论啊，基本上是无因论，他认为有灵魂，有灵魂有解脱，有灵魂有解脱。但是这一些都是偶然的，叫做偶然论、无因论，没有因，没有什么原因造成他解脱不解脱啊，这些只是纯粹只是偶然，没有原因。所以你在恒河南边，你在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也没有罪可说，你在恒河北边布施给一千个人也没有福报可说。但是有灵魂，那灵魂本身，灵魂本身是不生不灭的，不变的。灵魂也不受业报，但是这个身体会有苦跟乐的感受，啊，这是他说的，啊，是他说的，啊，没有业报，没有业报，但是有解脱。他解脱不是你努力修行就可以得解脱的，没有，他纯粹是偶然，啊，那所以啊，而且灵魂也不受业报，你会有苦，会有乐，但是那个是身体的感受，不是灵魂的感受，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富兰那。啊，那有时候叫布兰加舍，啊，布兰加舍，啊，我们是为了要方便记，
啊，都给他三个字的了啊。有时候叫布兰加瑟。好，另外一个叫波浮陀，波浮陀是定命论啊。那么他基本上啊讲世间有七大，因为佛法讲有时候讲六大、四大或是六大，四大是地水火风，这个是色法，地水火风空四啊。那么有讲这六大，那这个波浮陀讲七大啊，七大是七要素：地水火风苦乐命，命就是灵魂啊，命一生一的命啊。那么他基本上讲这个七要素不被创造也不被破坏，一样有灵魂啊。但是他也是强调没有业报的啊，没有业报因果的啊，这多数都是强调没有业报没有因果的啊。那他也不是说完全没业报，他说假设你杀人没有惭愧心，那么你就可以不受业报，但是通常啊比较不可能啊。他还是主要是在讲这个灵魂其实也没有办法被破坏啊，也不被创造啊。他说一开始他就是这样了。好，那个是莫切里讲要素七要素的，他基本波浮陀啊，他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定命论。那莫切里这个佛教批评的比较多，他是宿命论。因为宿命论其实我们现在的佛教里面也有很多宿命论，那宿命论就是一切都是过去决定好的，那这个很容易跟业感业果论结合啊，业果论结合就是业报，因为过去的业才造成现在的报嘛。你过去杀生，所以现在短命多病嘛。你过去害人，所以这次被人家害嘛。但是佛法是讲缘起的啊，他讲业果，但是他不是讲宿命。宿命就是说，一切都是你过去的原因造成的，不一定。你现在做的也可以改变。那过宿命论就是你现在怎么努力，你也不能改变已经决定好的东西了，啊，就是比如说，那宿命论在佛教界也有，比如说，我一般我们会说，我们现在骗人家的钱，我们现在骗人家的钱，所以我们以后钱也会被骗，啊，这个是从果之因。好，那么有一些人就会觉得，那我现在被人家骗钱了，那表示我以前骗过人，不一定，这是不一定。我现在被人家害了，那表示我以前害过人。我现在被人家骂了，表示我以前骂过人，不一定。我被那个人被杀死了，表示那个人杀死过那个人。那这样，那他杀他是因为他前世他杀他，那他前世杀他又是因为他前世杀他，那到底是谁先杀谁？那是不可能的，这样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宿命论啊，佛法通常把它叫做邪命外道啊。那他基本上告诉你，你用功也没有用，因为一切都已经是决定好了。谁解脱谁不解脱，谁什么时候解脱，不是你用功不用功可以决定的。时间到就解脱，时间没到你再努力也不能解脱。那通常啊，这个就变宿命论。好，那善若愚啊，善若愚是舍利弗目犍连的师父，那他也是算是比较有智慧的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他强调的就是所谓的不知论，我们叫做怀疑论。他不去肯定什么事，也不去否定什么事啊。那么但是他重直觉啊，他重直觉也重禅定啊，所以还蛮多人跟着他学的啊。那么这个叫做不知论，或叫做怀疑论，一般哲学上把它叫做怀疑论。那泥鉴子是跟佛教最像的，泥鉴子是跟佛教最像的啊。那他也讲业报，讲三世，但是他解决的方法不一样，他是靠苦行。他认为我们这一生这个业报生，那么是因为造了某些业而有这个业，那么业受完了，他的苦就不会再受了。就好像你到地狱受苦，你地狱的业受完了，你就没有地狱业了啊。你到畜生道受苦，畜生道完了，受完了，你就没有畜生道的业了啊，好像是这样啊。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去看，那么我就这一生我不断受苦，不断受苦，那么不管你造什么业，你都会因业而苦。好，那么我现在就不断让他受苦，
我把我累生累世的苦都在这一次把它受完了，那么我未来就不受苦了。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没有道理啊。它只是某部分对，但大部分不对啊。就是你造恶业会受苦，没有错，但不是你受苦就会消恶业，这个是不一样的。你造恶业未来会受苦，但不是你现在受苦就可以消你未来的之前造的恶业，这两个是 不完全等同的啊。所以他把它等同起来了，所以现在就变成我这一生不断的受苦，不断的受苦，所以他修苦行啊，分分秒秒都在受苦啊，举一只脚，举一只手啊，不吃饭，不喝水啊，然后住在树上，吃大便啊，反正种种学牛学马，那么这一些，那么不断的让自己受苦，那么让自己可以消业，就变成吃苦了苦了啊。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就是他的方法错了。方法错了，所以它就叫做苦行离系论。离就是离系缚，就是依苦行得解脱了，啊，依苦行得解脱。那婆罗门我们说过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一业有轮回，一直得解脱。那之前就是吠陀天起，济世万人，婆罗门至上啊。那么这一些是佛陀当时所谓的恶思邪妄啊。那佛陀先告诉你了，所以他先跟你讲世间智人众戒嘛。啊，其实这些是错的，说没有善，没有恶，没有业，没有报，没有凡夫，没有圣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这些都是错的啊，否定掉啊，当时种种的理论，这些都是恶思邪妄。那么我现在就是没有堕入这些恶思邪妄里面，就是我没有走错路，你不一定走正路啊，你没有走错路，你不一定走正路，但是你要走正路，前提是你没有走错路，啊，你不一定走。啊，就是我看见你往那一条路走，我就知道你走错了。但是我看见你站在这里还没有，我决定往哪一条走，我还不决定你有没有走错。啊，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走而已。啊，那这又不一样。啊，所以第九啊，我今世为大医王。你看啊，我们现在是讲到这个嘛。那一切众生为结死病烦恼。那所以他说，我今出世。啊，出现在世间，啊，我今出世啊，我今出世为大医王，啊，我现在出世为大医王啊，那么也一样啊，我这一生是大医王，我今出世为大医王，出现世间啊为大医王，那么我说尽苦道啊，这个尽苦道就是这里讲的集诸法要奴等当服。集诸法要奴等当，你们要服。那就是我说尽苦道，随事行人尽苦。我告诉你真正的出要之道，那你要我告诉你这个这条路是错的，那正确的在哪里？知道这一条是错的啊，哪一条这些是错的，恶思邪妄。但是正确的在哪里？啊，你知道错，你也不一定知道对，对的在哪里啊？好，那所以知道错的之外，还要知道对的在哪里。那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啊。借镜取见，恶思邪妄，借镜取见，然后正确的就是对于佛法正确的道路没有怀疑，对于正确的方法没有怀疑，正确的解脱道没有怀疑，无有怀疑，无有疑，啊，对佛法无疑，对三宝没有疑，对四谛没有疑，啊，那么这个你才有办法得解脱，断生见，啊，断欲贪跟断嗔。啊，那重点是要先建立正确的观念，然后断了生见，你就决定得解脱。那么之后再断欲贪跟嗔，啊，那么就肯定可以断。断了之后再断什么？断五上分解，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那么这个就是啊第九个这个啊众生为一切结死所变。那么这里啊，那么集诸法要，那法要这些。这些法要就是什么？啊，这些法要就是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啊，这一些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这九个啊，到第九个啊，把它
把它看起来啊，就是也类似像四无畏的，我是一切智人，我一切肉尽，我说藏道法，我说净苦道，啊，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好，另外讲到结死啊，好，就把它擦掉。另外讲到结死部分，还有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无立时无顿时，这个是结啊，无顿时，这个是死。无顿时，无顿时，无立时，啊，那么无立时是关于观念上的啊，那基本上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境取见啊，我与见、身见、边见、邪见啊，这是据实，这是部派的分法啊，部派的分法，邪见、见取见。借进去，据舍论是这样啊，就把这一些归纳起来，把它分成无立时、无顿时、见取见跟借进取见啊，总说来都是邪见的啊。那么无顿时啊，基本上是贪嗔痴慢疑啊。那因为龙树。龙树是在部派之后，啊，那么大圣的集大成者，所以他对这些法相啊、名相啊都很熟悉啊，贪嗔痴，所以他常常会用部派的很多观念，啊，我们现在的佛法基本上都是，多数都是部派佛教，啊，就是。他们研究，那么有一些多名相。佛陀时代不一定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啊，三十七道品，那个是部派啊，把佛说法的，就是说解脱的这些方法，那么把它选七类啊，比较常用的、比较常说的，那么就结集成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那比如说六波罗蜜，波罗蜜那个是佛弟子，那么根据。啊，佛跟阿罗汉的不同，佛跟佛弟子的不同，那么去探究佛到底修了什么才会跟阿罗汉不同，一样都是究竟。那为什么佛这种究竟，佛这种就好像说一样是两棵苹果树，为什么这一棵苹果树长得又大又漂亮又好看又好吃，这一棵就比较没那么好看，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大，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啊，同样的施肥啊，那么我现在同样给他施肥啊，同样给他除草，做同样的事啊，佛也这样修，阿罗汉也这样修，但是佛的这个阿罗汉是这样的，那这个佛弟子的阿罗汉是这样子的，甚至每一个佛弟子他不太一样啊，所以有智慧第一，有神通第一，有天眼第一啊，种种的。那么为什么佛跟弟子不一样？这个结果它一定有因嘛？那因是什么？它就是波罗蜜，啊，那就去探究佛到底修了些什么，以至于佛有这么大的能力，有实力是无所谓啊。那么三无护、十八不共法啊，就种种的这一些大慈大悲，种种的这些不同，所以就开始有所谓的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十一波罗蜜，反正四波罗蜜种种的这一些说法。那这个也是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出来，并不是啊，在般若经里面，当然就是佛说啊，这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变成都是佛说的。那其实这个都是从部派佛教里面，那么开始有的啊，像很多这种无立时啊、无顿时啊、五下分解、五上分解，这个是佛陀阿含经里面本来就有的了啊。但是我们已经很难分得清楚说哪些是
哪些是佛陀真正佛陀说的，哪些是佛弟子根据佛陀说的在改变在演化出来的啊。那么 有一些可以知道，有一些已经不太容易知道了啊。那因为佛陀当时有关于佛陀当时的所有记录都记录在部派佛教里面啊，因为当时都是口传的嘛。那口传到最后，口传到最后，那么各个部派讲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你看看四分律，律是只有佛人治的，经还是佛跟佛弟子都可以讲的。经是佛跟佛弟子都可以讲，佛在世佛灭后的佛弟子讲的都叫做经，佛在世跟佛灭后佛弟子讲的都叫做经。但是律只有佛在世的时候能治，佛灭后你也不能改，佛在世的时候你也改不了，佛在佛灭后你也改不了。所以照理讲律应该是比较完整比较统一的，但也没有，也没有。你看传到中国来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神奇律、根由律啊，还有解脱道经里面啊，它没有广律啊，但是它也有啊，这个经就是律戒的啊。所以那各个部派里面，那你说哪一些是真正，哪一些是真正佛制的？你说不能，你说佛已经制了不能，大家社就有讲嘛，佛已经制了不能再改，佛没有制的不能增加，他已经变出这一套标准来了。但是真的没增加吗？其实有，你看我们的四分律啊，这北传都是依四分律嘛。四分律我们就说四分律众学法一百条，二十几条都是啊跟塔有关的，二十几条都跟塔有关的，还有两条是跟佛像有关的，这在其他的律都没有啊。那这个很明显都是，很明显都是部派他依据他的重点、他的重要，他自己立的。那没有改吗？很明显已经改了啊。那其他的律也有这样子的。那经呢？经也是有南传北传的阿含经啊。那北传的所有一切有部的，它明显就有三四十有的经典在里面啊，就是这个是南传没有的。那你就会发现到经是佛跟佛弟子都可以讲，虽然说是佛说的，但实际上很多也不一定就是佛说的，不一定就是佛说的。但是后来的大圣经典，或是说甚至早期的部派传的阿含经典，即使不是佛说的也会说是佛说的啊。这个在部派已经有这样的共识了，就是你已经忘记了，那么就是他记载的不一定那么正确啊，不然就是你忘记这个是佛为谁说的，那没关系啊。出家你就讲阿难，就讲舍利佛，就讲目犍连啊，讲空的你就讲须菩提，反正就是这样。那忘记在哪里，那就你就讲舍卫国，讲这个王舍城啊，讲奇眼金色，要不然讲毗舍离，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那所以他那么说的是这个到底是不是佛说的啊？我们看这个阿含经里面，那么有一些不是佛的，有一些记载啊，比如说是阿难说的，那么这边的记载就变成佛说的。这边的记载是舍利佛说的，那边的记载就变成佛说的啊，就不一定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可以发现到部派佛教，部派，因为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部派的东西了啊。那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基本上是站在部派上，站在部派上啊。因为初级大圣的时候跟部派是同时流行的，那个时候部派很有力量。并不是部派灭了之后才有初期大圣，不是啊，就是初期大圣的时候，部派佛教也正流行，啊，其实是这样。好，所以里面会有很多啊，部派佛教里面的东西在里面，越后面看你就越多了。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要讲这个啊，所以他说：“汝等当服，是故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这个就跟我们说可以跟四无畏连结起来一起看。可能有这个意思了 啊。好，那看第十个啊，第十个原因。他说有人念言啊，佛与人同，亦有生死，时受饥渴寒热老病苦。好，讲这个，这个可以看大。
他自度论。卷三十八，他说法身菩萨种种变化身，以度众生。或是行人法，行人法就是视线跟人一样啊，通常是行什么法，有时候佛法、人法、众生法啊，那么有饥渴，一般的人有什么状态啊？有饥渴，饥饿、口渴，寒热。老病、正爱，那么赞叹、喝骂，有这一些事啊，等除诸重罪，愚者皆行。除了杀盗淫妄这些比较重的罪以外，那么其实都跟人一样啊，好像有一些爱恨情仇这样的啊烦恼。那么这个在大智论里面啊，愚者皆行。其余的啊，其余的人有啊，那么佛陀就有。像类似这样的啊，大家里面讲的蛮多的啊，我们现在才看到第一卷而已啊，越后面就越多这种的。那这个其实就讲到所谓佛陀观啊，佛陀观。那么部派佛教的佛陀观跟大乘的佛陀观，非明显的很不一样啊，这个后面也会讲啊，大智论后面很多讲这个。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啊，他说啊，第十个是断他邪见，四生出世啊，他是说佛跟人一样也有生死，时受饥渴寒热老病苦。那这一段其实跟《般若经》啊，那这《大智论》卷三十八里面讲啊，也是这样讲的比较多而已啊，有饥渴寒热老病正爱赞叹喝骂等啊，有这一些事啊，也有这些苦。好，那他说佛欲断彼意故，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那这个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有人这么想嘛。其实佛跟人一样，啊，那我们有什么，他就有什么，啊，那意思是怎么样？意思是佛也没有比我们高级到哪里去，啊，那一样啊。那讲到这件事，就要讲到《阿含经》里面有一次记载，那记载说佛七十几岁了，那么那个时候旁边只有阿难，啊，阿难跟在旁边，那佛去说法，啊，那。就是走着走着，因为佛年纪大了嘛，七十几岁，那你要知道他们都是走路的，他没有坐车啊，他没有坐车，没有骑马啊。佛有神通，他也没有用神通啊，他没有神通。假设他有神通，他很快啊，但是就是他走路，走一走，走一走，会有几种现象，一种就是会累，脚会酸嘛，所以要休息，要休息啊。所以佛有一次走一走很累了，休息。就躺下来休息，然后就让阿难啊跟他念七觉支，那七觉支念到精进觉支的时候，佛就马上站起来。阿难，你说精进吗？你说精进觉支吗？是的，要精进。他就起来开始又打坐了。
那么这个是就是一个。那么佛有走一走走一走口渴了，那么就叫阿难去跟他要水来喝啊，因为印度也很热嘛，那走一走口渴，那走累了要休息啊，那年纪大了啊腰酸背痛。佛好像如果从阿难经记载，应该在六十几岁他就常常背痛，经常背痛。那这个背痛的原因有可能是老化啊，哦，那因为佛吃的老实讲也很多人都会供养佛，那是早期吃的比较好，早期是吃的比较好啊，因为国王嘛，但是他都是到处去到处走，那旁边只有阿难，他也不一定每一餐都有的吃，每一餐都吃得很好。那我们这个身体啊，你看佛还曾经有一阵子都没得吃，吃那个马麦，所以你也不要认为佛天天都是吃很好啊，没有也没有啊。那尤其他跟阿难两个人走到那个乡下去的时候，那么有些人他也不一定知道他是佛，然后他去托钵，那有时候是不是佛去托钵，是阿难去托钵，托钵回来给佛的啊。所以不晓得是不是营养的问题，或是佛太劳累的问题。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业报身嘛，那么根据《阿含经》里面的看来看呢，佛常常有背痛的习惯，背了。其实像舍利佛身体也不好，啊，舍利佛身体也不好，那佛常常有背痛的习惯，所以他要常常坐下来走一走，走一走，坐下来就要让阿难跟他按摩，跟他捶背。你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这个。那有一次，阿难习惯佛坐下来就帮他按摩按摩，啊，按摩之后他就发现到，哎呀，佛的皮肤皱了，都了去了，皮肤皱到很厉害，因为七十几岁了，那么皱纹，然后这皮肤啊，皮肤不像，因为佛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那个是皮肤很细滑的，啊，皮肤非常细滑，但是年纪大就没办法再细滑了，就开始变粗色，所以因为阿难常常服侍佛嘛，所以现在忽然间感觉到，哎，佛的皮肤怎么变粗了？啊，然后怎么变皱了？啊，所以他就很感叹的说，很感叹的跟佛说：“世尊，啊，那么你的皮肤已经变粗了，变色了，啊，已经变到这样了，啊，那佛陀就跟他讲，阿难啊，我跟你一样啊，都是父母生的，好，就是说。”我跟你一样都是父母生的，那么其他的人也一样啊，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叫做父母所生身，这个在大智里面也讲到，就是佛身里面，佛身它基本上就是父母所生身，有时候叫做八万重生。当时只有两种概念，就是色身跟法身，父母所生身。这个是色身，另外有一个法身的概念，法身是一生身啊，另外一个法身的概念啊，那等一下这里会讲啊，就是功德，功德啊，功德所成的。好，那这个你看，佛陀就跟阿难讲，阿难啊，我跟你一样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的身体，他本身就有老病死啊，他没有办法避免啊，不管你是几相都一样啊，都一样，他就是老病死，没有办法避免。那你说佛有没有办法？佛有没有办法返老还童？就是不要延缓他的老化。有没有办法？其实是有的，就是说你修得，你有神通的人，你有神通的人基本上可以做这件事，让你延缓老化，延缓可能可以延缓到一千年、两千年，啊，有这个像不入灭的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啊，他就是可以让他那个年轻的身体，那么一直是这样，但是他也有个极限。就是一劫或一劫过一点点，
你不能超太多，不能两劫，不能三劫，不能无量劫，没有办法。最多最多，就好像我们的保存技术啊，最多就可以让它冰个啊，比如说冷冻库里面，让它一年不坏，三年不坏啊，再过了就没办法，就要坏掉了，食物。那么这个身体也一样啊，这个身体也一样，你可以延缓它老化。所以道家有修那个返老还童的，也好像也可以啊，但是就是它也有个极限，它也有个极限。那照理讲，你有神通，你就做得到这一些，你有神通，你可以做得到这一些，但是他没有办法一直这样。那佛陀也不会特别去做这一些，啊，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所谓色身它的一个局限，啊，那么佛身到了，一般我们现在讲三身或四身嘛，啊，千百亿化身，圆满报身，啊，那么。这个法身啊，那么基本上讲这三个啊，有时候讲四个，三身四身。那在大智里面，其实只有两身，叫做色身跟法身。那法身的概念跟这个有一点又不太一样啊，等一下会讲啊，这个身体啊怎么样光明啊，这个。那么法身的概念在阿含经里面，它基本上并不是像你这个身体。清净的那一种叫法身不是，而是法，这个身是积聚的意思，身是积聚的意思，就是很多积，像我们这个身是色受想行识积聚五蕴合的，合积聚的意思，所以闻声聚声一样啊，那个音合，那个字合，那就闻声聚声啊一样啊，闻聚名嘛，闻聚名。啊，闻声、聚声、名声啊，就是它基本上，它并不是那种有一个声的概念，啊，比如说这个五顿时，啊，那么是这三个字合在一起的，啊，那这是有各有各的，那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合在一起的，那这个法身是这个功德聚集、功德积聚的，叫做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之见。在见的这个法，证的这个法，啊，那个是法身。后来就慢慢改变了，啊，那么开始有所谓的菩萨，菩萨在我们这里讲，法身菩萨，他这个身已经不是啊一般的那个老病死寒热这个身了，已经没有了，啊，好，那我们来看。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佛欲断彼意，那这个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佛，因为这些人会认为佛跟凡夫都一样，啊，佛跟凡夫都一样，那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尊敬佛了，啊，还是说会把佛等同于凡夫了，啊，那么还是一样啊，啊，那所以那因为大圣比较强调佛的功德，大圣的佛陀观不太一样，那甚至讲到。啊，大众部的末部就是大众部到最后有一些人甚至强调佛只要是不好的都是示现的，佛提婆达多一定是示现的，因为佛是清净的，他不可能啊，要有金蝉马麦之报嘛，啊，这个大智日后面也有讲有九罪报，那么这一些都是示现的，他并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因为佛修行那么好那么清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不会有这种事，甚至佛的大便都是香的，因为人有烦恼，那么制造出来的才是臭的。佛没有烦恼，第一个佛其实不需要吃饭，啊，但是佛吃的饭可以没有大便，就算有大便也是香的，啊，甚至讲到，反正一切就是我们说过，佛法后来啊，你会发现到，那么对于佛陀，对于佛教本身。啊，那么美化神化，那么对于外道丑化，啊，那么就是把它俗化丑化啊，那么基本上就是会加强啊加强啊，那你会有这种事，那佛啊，比如说佛法里面如果强调戒律的，你就会强调啊，你算是换了破一体，你都会堕地狱啊，就会变成这样。那好一点的没化的就是你随便念一声佛啊，你的功德就无量无边，就可以灭八万劫生人重罪啊，那
那么强调戒的部分就是啊，你稍微对佛的一个不恭敬啊，你就会堕无间地狱啊，就变成这样了。那么这种是后来你会在经典里面你会常常看见啊，有这样的描述了。那对于佛的这样的佛身啊，佛陀观来讲，那么越到后面，越到后面，那么就越不可思议啊，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已经有特别佛陀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知道，在部派里面，在部派里面，菩萨都是凡夫，菩萨都是凡夫，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前，他跟凡夫一样。菩提树下成佛以前跟凡夫一样，成了佛之后他才是圣者。这个是部派的佛陀观啊，就是他在刀立天的时候，他也是从刀立天来人间成佛的，没有错。但是他在刀立天的时候还是凡夫，那来的时候也是凡夫，一直到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之后才成为圣者啊。但是大圣的佛陀观不是这样，大圣的佛陀观是他在刀立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圣者了，已经叫做等觉菩萨或者实地菩萨了。那么什么时候是圣者呢？从燃灯佛时代就是圣者了，那个已经是过了几十尊佛了，以无量寿经讲四十几尊佛了，就已经是圣者了。一直到刀立天要成佛以前，这个中间都是圣者，从证无生法忍到等觉菩萨这一段都是圣者，无生法忍就是圣者了嘛。那么来成佛，他不过就是啊，来这个世间应愿酬愿啊，来这个世间成佛而已啊。那么他在刀立天已经是圣者，但是部派佛教不是这么讲，部派佛教是他在来这个人间成佛以前还是凡夫，一直到菩提树下才是圣者，其他都是凡夫啊。那么即使成了佛之外，成了佛之后啊，那么他也受，因为他来之前是凡夫嘛，所以他有凡夫的业报身，要受凡夫的限制。那大圣的不是这样，他本来就是法身菩萨，本来就是法身菩萨，他已经不是凡夫了，他本来不可以不受凡夫的限制，可以不受凡夫的限制，但是为了要度众生，要视线跟凡夫一样，要视线跟凡夫一样，那么为了避免。现在这样讲说，为了让大家知道佛菩萨他并不是凡夫啊，所以啊，欲断彼义故啊，说佛菩萨都不是凡夫了，从刀立天的时候就不种无生法忍的时候就不是凡夫了，何况现在怎么会跟人一样呢？啊，所以啊，要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是法身菩萨来的。就是已经具足这个解脱的啊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我们叫法身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就是依这五个基本上是这样，依戒定慧得解脱啦，依戒定慧得解脱，依解脱得解脱之见，其实是这样，解脱之见就是我身已尽啊，那么犯任以力所作以办不受后有啊，自知自见。那么依戒定慧得解脱，依解脱得解脱之见。再讲详细一点，就是依戒生定，依定发慧，依慧得解脱，依解脱得解脱之见。那么从一个解脱来，从一个解脱者来说，他就具足这五种力量，就五种内涵，叫做五种功德，啊，五种作用了，啊，所以叫做五分法身，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但是这个法身的概念后来就变成啊不太一样了啊，不太一样了。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佛欲断彼义啊，佛为了让这一些人知道事实，这些都是法身菩萨，当然这个是大圣说的了啊，般若经说的。那么誓言啊，就是告诉他们啊，这样告诉他，我身不可思议，就是这个佛身。好，那这个佛身就变成从色身，从父母所生身，有时候叫八万重生，大致就叫做八万重生。有时候叫八万重生。啊，那这个法身是功德法身。
八万虫，就里面有很多菌呢、啊，这叫八万，八万是很多的意思，啊，就是都是这些细胞啦什么啦啊，反正它各有它的，啊，它各有它的工作，然后它各有它的作用啊。好，那么这些，他说我深不可思议啊，就是并不是啊你看到的跟一般人一样的这样。他这个是外表而已啊，显现的而已，他还有内在的。梵天王等诸天主父于诸法实相中，诸梵天王等啊，不是，他说梵天王等诸天主父于恒河沙等劫中，欲思量我身，寻求我身，不能测度，况我智慧三昧啊，所以。这个身就是法身，法身基本上就是界定位智慧上面所成就的了，啊，好，那这里的所谓的诸天主父，啊，看一下下面有注解，啊，我很少看注解，但这里的注解可以看一下，众生有佛无佛，常是梵天，以梵天为世间主父，为世人故说梵天，啊，那么意思就是这样呢，就是。不管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像佛陀时代，啊，佛出世了啊，但是大部分的众生还是以梵天为创世主，上帝啊，梵天这一种，没有佛啊，还是梵天，啊，有佛啊，梵天也是很重要的地位啊，所以经常都认识梵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世间的事实吗？从某部分来讲是的。就是说，你们要知道天人，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天人是化身，天人是化身的。那么一般说，大梵天王最早啊，最早是从观音天去的。那么天人都是化身的，他的化身怎么来？基本上都是从人而去的，从人升到升天，而才有得这个化身的。那么这个也是基本上他这个化身，他也是功德所成。但是这个功德不是界定位的功德，而是界跟定啊，基本上就是善业所成，善业或是定业啊，善业就是十善业，定业。那么，如果是色界无色界天，这两个都要具足；如果是欲界天，只要善业就可以了。啊，欲界天善业就可以，色无色界天那还要有定业，啊，就是禅定的功夫了。啊，就是这些功德，功德所成的。那佛基本上是界定慧功德所成，那这里是界跟定，主要是界跟定。啊，功德一样是它的化身一样，它这个身，啊，形成那三恶道。三恶道基本上就是恶业所成的，那这些是善业所成的，人跟天基本上都是善业，三恶道是恶业所成的身。好，那么不管去三恶道还是去天，基本上都是人，人多数都是由人去升天，或去堕三恶道的啊。那么三恶道再来做人，再来升天的啊，然后晚了再来做人，再来升天也有，所以。它不是天跟天生出来的，它是人修天的业，人修天的业，那这个天就不一定看是哪一天了、啊，不一定是哪一天，啊，是王天、欲界天、倒立天、夜魔天啊，不同的天，不同的天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要求，好像不同的佛国有不同的净土有不同的要求。好，那么你像不同的天也一样。他有不同的业，那么多数都是啊念这个神的名字，修这个神的法，天神，啊修这个天念这个天神的名字，修这个天神的法，那么他就升到那个天神所在的天，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天人如果要让他的人多，那么他一定要招生，到哪里招生？到人间招生，所以天人基本上。多数会派天使下来，派天使下来招生、啊、因为他们的人是从
天人是从人间的人修他的业去的，所以各个宗教基本上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些天神都会下来人间招生。那梵天，梵天是来人间的天神中最高的，梵天是所有来人间的天神中最高的，初禅，二禅以上不来了，二禅以上他没有眷，没有眷属，二禅无寻无事，二禅无寻无事，他不需要眷属，啊，而且他藏在定中，他也不需要，大初禅以下才需要，初禅以下，所以他会派很多天使下来，那么各个天都需要人，各个天都需要人，所以因为这样啊，因为这样，那么多数的地方，那么都有天神派下来招生的人，那么他会叫他修他的法，通常都是善法，通常都是善法，然后念那个神的名字，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发愿要到神的那个地方，那么这样你有他的业，你想要去。你相信这个神，你希望到那个神的地方去，那么你做那个神教你的方法，一样是信愿行，一样是信愿行。那么你死了，具足这个业，具足这个愿，那么具足这个功德，那么你就升到那个神的地方去。那因为梵天是最高的神，来人间最高的神，所以多数也不是全部，多数都是啊。他说多数都是认识这个梵天的，他说有佛无佛，那么常是梵天，就是意思就是说梵天基本上常常来人间招生啊，希望人升到他那里去，但是要升梵天比较不容易，升刀立天比较容易一点，升梵天要修定。梵天有三个梵恨，就是行为了，第一个你一定要修定，因为他是色界天，色界天一定要有定，跟欲界天不一样。第二个，一定要有很大的慈悲心，这个基督教叫做博爱啊，像天主教啊、基督教啊，甚至伊斯兰教的那个上帝，伊斯兰教的上帝、天主教的上帝，还有印度教的梵天，基本上是都是同一个神来的，都是大梵天王来的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有佛无佛，常是梵天啊，就是比较多，但是还有其他的天神，还有啊，以梵天为世间主父。所谓的世间主父，基本上就是他是这个世间第一个人啊，第一个人。那当然是这个《俱舍论》里面有讲啊，因为他升到那里，他功德最大，他最初他最出去，所以他就认为他是第一个。然后之后就开始有人，他希望有人就开始有人来了。其实不是他念就有，而是也后来也有人去了，然后因为他也念，然后他就认为这个是他念来的，是他创造的，然后就他就觉得这个世间是他创造的，其实是这样。那么后来就变成梵天是第一个，前面没有人，梵天之后就开始创造很多人，都是梵天创造的，所以他就变成是世间的主父啊，为世人故说梵天。就是最早的了。那么因为这样啊，这里讲到这个梵天王等诸天主父，因为梵天王是所有天人的最初的了，天人最早的那个天人啊，就是梵天。好，那所以他说，即使这个梵天，用非常长的时间，恒河沙等劫啊。那么想要就是测度思量佛的身体，那么去寻佛的声音，那么也没有办法测度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啊。那么即使是现在佛的这个身体跟声音，他要测佛的声音有多远啊？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啊，下次我们再讲。那佛的声到底有多长？啊，一个婆罗门拿了一根尺，听说佛是丈六金身，拿了一根尺，不是一根尺啊，一根。六，这是很高的六柱，是一两种身体，怎么量？就量不到，我就量不到。然后这是一个啊，那要听佛的声音也是一样啊，到很远很远，还都还听得到啊。
那么这个案经里面有讲啊，但这里是说啊，那么释王来要量佛的声音，量佛的身体都没有办法知道佛到底啊，都没有办法测度，没有办法测量，那何况看得到的你都没办法看得到，听得到的。